全堂练习第七题是写出下列两个试验的样本空间。第一小题，投掷一枚公正的硬币一次，样本空间为正面、反面。第二小题，同时投掷三枚公正的硬币一次，样本空间有正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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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、正、反、正、正、反、反、反、正、正。反正反，反反正，反反反，共有八个样本个数。